连续九天的古历春节假期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春天刚好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也是出外走走的看花最好的时阵。云林乡花蕊生产园区有真多樱花，目前正在陆续盛开，配合日本式的天园造景。日头落山了，因为灯光的关系，规个看起来是更加美丽。欢迎乡亲做伙来欣赏这美丽樱花。粉红色的烟花配上日本式天园造景，让大家不免出国都有在日本的感觉。尤其是在一阵风吹过去了后，烟花随风飘落来，让人心情马上就轻松起来。相片又开始一张一张一直翕，这就是粉红乡的花蕊生产园区。粉红乡溪尾川庆功路顶的粉红花蕊生产休闲园区，园区内有上万丛的各种樱花，目前嘛正陆陆续续咧大开。其中有诶周府之垂樱甲何洛樱，粉红色花蕊上吸引大家眼光。伫咧春节假期期间，吸引来自台湾各地游客来遮赏樱花。恁咱有倒位来？台南啊，台南永康啊，台南永康。哎呀，啊，咱才到个遮。啊，来游览嘛，一日游，一日游，一日游，哎、欸，对对，哎、欸，那个年，那个，哎、欸、呀，哎，过年快过了，赶快那个把握最后那个机会。从哪边来的？台北。台北啊，嗯，你觉得这边樱花怎么样？就很粉，很好看。你在台北看过樱花吗？台北有？没有。没有，所以专程来这边看樱花。对。恒祖表示，今年因为节气的关系，樱花是开了特别水，花期会当延续到三月，欢迎大家来这行春赏花。今年吼，咱这花卉园区的花况吼，今年有较慢吼，慢条十外天。啊，目前即马有这像这周府之垂樱，后壁迄何心樱吼，啊，甲一挂喜叶樱吼。啊，我以前陆陆续续在开吼，啊，反正观众朋友，啊，若要赏樱的人，会上是这個过年的期间，啊，来咱这园区看樱花，安行行嘞，插青，安尼。啊，这花期也差不多，延续到当时。今年的花期也上到三月中旬咯，嘿，到三月中旬，嘿。美丽樱花吸引大家眼光，尤其是恒祖利用灯光，将樱花甲日本式天园造景结合做伙，呈现出另外一种无同的感受。乡亲会当利用时间前往樱花园区，欣赏这美丽樱花，体验粉红色花蕊随风飘落来浪漫的感觉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分行采访报道。